这是明初，问本藏壶款，壶记断泥矮房中壶，容量好像是400毫升吧，全没品的，胞胎特别轻，就是说持若无物的感觉。盖款壶记。底款是问本藏壶，应该是胡耀庭的作品。从做工的角度来说，真是无可挑剔了。它的这个线条的处理特别见功力，整器呢就是捏着一股劲儿，感觉特别棒。每一个角度，每一个细节，都极为讲究。九孔出水，内外明针呢是一丝不苟。哎，这个壶虽然说是一把光塑器，但是真的是把胡耀庭的制壶功力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太棒了！